安，我是陆克，今天来分享，这是里昂梦魇级的攻略队伍，这队能一次解掉三成就。进关前建议先看置顶留言的细节补充，需要字幕攻略的人也可以开启 YT 内建的字幕功能。接下来看到这队的注意事项：林黛玉要胭脂盒，易经武装要能进场 CD 减二，兰斯洛特、贾宝玉武装要高输出，拿破仑武装要断魂枪，时光牌要用满等的换取生命的代价。准备好之后就开打吧。进场这个小废物有光珠反手消盾、无处强，还有红绿灯、易经角色珠，不是红绿灯，随便一 C。下回兰斯洛特记忆，林黛玉走红绿灯，第二层。从这边开始我就不会减速敌机了，拿破仑记忆，易经，易经角色珠，消水火双十字，第三层哈帕斯。一行角色注意部，第四层一血，兰斯洛特记忆，旁边群消，下回易经，旁边群消。二姐贾宝玉，兰斯洛特基尔，队长角色注意部，六层队长角色注意部。第六层林黛玉，战友角色猪，随便一 C。林黛玉的小嘴巴会直接让他升天。第七层一血，流光珠起手，为战友附上死鬼。二血拿破仑记忆，随便一步。下回林黛玉、贾宝玉，队长角色注意步。第八层队长角色注意部，第九层拿破仑基尔随便点，队长角色注意部，黄昏血。队长角色注意部，洗两回合。最后拿破仑基尔随便点，队长角色注意部。
而且占有记忆，随便一步。丹血加宝玉，兰斯洛特基尔，拿破仑基尔，点第三猎目第二猎星，照路径转手下武器，以上就是这次里昂梦魇级的三蛇秀队伍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